贼做，大声说我是。跨年舞台，小猪罗志祥帅气劲装，卖力唱跳，仿佛要向观众宣告自己回来了。不过，其实早在登台前，花莲县立委傅昆萁跟县长徐祯蔚就向民众温暖喊话：“我们花莲的孩子，虽然他曾经跌倒，虽然他曾经迷惘，但是这是他的家。”各位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是不是欢迎罗志祥？当天罗志祥要面对的是台下九公顷的场地，塞满将近10万人，同时在线观看人数也超过10万，首度付出第一仗，压力自然不小。表演结束以后，你们在后台，他有哭是不是？欸、他在上台之前就已经上台之前 就已经很感动了。我们其实是上台前我们给他一个拥抱，上台前一个拥抱，好，要给他加油，好，叫他不要怕。那现场的所有的那些呼喊声尖叫声，他小志在后面已经他所有的压力都释放。其实为了复出，罗志祥花了很多时间练舞和减重，还不忘花时间到东区的潮牌巡店。结束完跨年演唱会之后，新的一年小猪行程满档。五间情瘦子罗志祥热情开场。一月底的狼人杀小巨蛋演唱会，罗志祥要担任表演嘉宾，替五间情助阵。另外二月底还要跟姐姐谢金燕飞到美国洛杉矶表演，宣传海报已经抢先曝光。沉寂两年重新出发，小猪得更卖力，才能用实力重新赢得粉丝的心。 TVBS 新闻陈文宏申讲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